天黑了呀，刚回到这个岛上，海干草一条两条三条，金鲳野生大金鲳啊，好几条，这里还有一箱哦，等一下我们就开始称鱼，称完鱼就去吃饭。哎，二一天了，哎呦难搞、哦、现在开始称鱼。哎，这个小西同学这个辽宁仔开始这个大金鲳。哎，四斤刚刚好。哎，太亮了，看不清楚，四斤刚刚好啊、哦。哎，这里又两条啊、哦，又两条大金鲳。四斤，又是四斤。哎，真好啊，这个大金鲳。打的有点少，这个有点小啊。小金鲳是吧？哎，应该有一斤了吧？一斤一。一斤一，好、哦。一斤一。哎，弄弄的，开始到这个。这个大货环节了，大货了吗？这条是、哦啊、不是我打的，这条是表哥打的啊。我打了，我打也这么大呗。多少斤呢、啊？哎呀，十四点五。哎呀，这太大了，这也呀、啊。哎，这条也是表哥打的。哎、啊，这条是我打的是吧？十一斤，哎呀，这么小都十一斤了，哎呀，我那条不得二十往上了、啊？哎，这不发财了吗？都啊，老一壶呀，今天发财，啊，今天有点亏 啊。这条大的是吧？这条大了，我打了。哎，这条大的，哎，我今天爆发了。条多少斤？20.4。哎呀，哎，你还有？还有，还有的。就没了是吧？这里没了，没了，移过去哦。那一箱称完了呀，这里还有一箱。哎，金鲳，这一箱，来来来，这里啊，都是金鲳啊，金鲳，先放一条上去，哎，一条就两斤多呀。这一块称，一块啊，反正都这一块的了。啊，对对，进去就得了。七斤六，多少斤呢？哎呀，七斤六啊、哦，四条七斤六，非常的 beautiful。这个雅典是吧？雅典，两条、嗯，两条雅典，五斤九。斤九。哎呀，这雅典真肥呀！有个在哪里？又是海干草啊！又是海干草。这条谁打的？这条你打的。哎呀，又是我打的啊！我打这么多海干草呢？今天你打三条海干草。哎，这条不大。哎，这条应该有七八斤了。九斤三。三。哎呀，弄到了啊！后面哎，那个鱼多啊，那个相机又没有电，又出故障了呀。哎、这条又是海干草呗？又是海干草。这条谁打的？这条是我打的。我从来不打这么小的。哎、我也没想打呢，主要是它不走。哎、这条两斤八，哎，又是海干草。今天打了五六条海干草哦呀，没鱼了。还有啊？有鱼、哦。还有鱼呗？哦。这两条土物给它扔一边啊，还有那个红鱼就没了呗。嗯，还有一条红鱼。红鱼还有。红鱼。哎呀，这红鱼真漂亮啊，真漂亮。这条红鱼两斤多，接近三斤。红鱼很少能在外海打到红鱼。啊，我打两条了，那天打一条，今天打一条。看这条红鱼。两斤四。哎。看看还有没有鱼啊？看一下还有没有啊、哦？应该够呛能有了，应该是没有了，没了，鲅鱼这样子，没了，伤到手了，没了啊、哦，没了。今天呢就，今天呢呀啊、哦，海干草、红鱼、海干草，雅典，金鲳，海干草大货。今天呢大概就这么多了呀，好、哦、今天呢就是我跟小七两个人就打这么多鱼了呀，大概的话大概七八十斤这块、哦、啊啊够齐够好。因为这个、中途这个相机没电，而且我还带有电池，然后另外装电池上去可能那电池有问题、哦、还不开不了机，然后后面打了很多鱼，都是没有拍到这个视频，非常的抱歉啊。
哎，今天呢，厨师是有点，确实是有点累哦，这么晚才回来哦，现在刚好上完鱼，等一下我们就要去先吃个中午饭哦，因为中午饭还没吃，这块累一天了，也饿一天了哦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此为止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